精彩弹幕，尽在客户端。据《每日邮报》报道，近日，印度一个男人走进警察局，从一个黑色塑料袋里拎出了他妻子的头颅。35岁的萨蒂什走进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吉查马加卢地区镇警察局，挥舞着一把砍刀，宣称杀了自己的妻子鲁帕萨蒂什。